它的外面料啊是做雾面的，对，是做雾面的，也是水洗的效果，所以它质感在视觉上面的价格很像那种三四千块、四五千块的外套，那非常保暖。那版型的样式啊，非常的日韩风格，非常的日韩风格。想给他们看背面设计感，你们看 Kiki 的背面绿色比较清楚，它这边有做到车线，然后这边有做一个就是类似像是布标的效果，然后帽子的部分是宽的，然后它里面都是配到这种黑色的泰迪熊毛毛，穿短袖就够了。整件 QQ 嘛，如果寒流来的状态，里面穿短袖就够了。里面全部都是黑色的铺毛。这个大呢，它尺寸没有任何限制哦，没有任何限制。前面两个大口袋，你们看超级深，你们看超级深。风衣的概念，因为它可以拉到这里来，然后它里面那个扣拉链拉起来，它这个有防风的概念哦，就是这样子。走秀这边有做到这个。抓褶不会，质感超好，然后袖中是宽的，可以塞。啊，又卖爆了，又要加班了。它真的不错穿了，而且你里面穿短袖都可以。